女人活得也太累了吧，男人都能裸奔啊，女人晚上还不能夜跑。我真的觉得女人活得太累了，不能晨跑，不能夜跑，不能坐副驾驶，不能让快递送上门啊，不能不穿打底裤，还不能在地铁大声说话。但是，做一个男的啊，你要想想好好活着，你只需要两个字，呼吸。啊，女人晨跑被杀，立马有人提醒，女人不要晨跑。女人夜跑被杀，啊，女性不要夜跑。女人被偷拍裙底，女人坐副驾驶被杀害，女人坐车不要坐副驾驶。女人被快递上门杀害。女性扔快递要把单号涂掉，地址不要写家里。女人被入室跟踪，女性回家不要跟男的上同一层电梯。你看看，男人用不用这么小心啊？男人用不用失去这么多的自由啊？男人不用的，男人只需要两个字，呼吸。他只需要呼吸，他们就能好好活着。为什么女人活着就这么困难呢？